想要上厕所，如果里面呕吐，说不定啊，里面真的住下来。那麻烦二楼的朋友，头顶或上方都有这个塑胶袋，那千万呢，不要往一楼的方向住。哦，一楼方向住嘞，我们一楼的后面板板的朋友们，上都可能会卡，好像起来非常的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建议哈，你是先看远一点的方向，看远方的方向，看远方的哪一些方向？好，接下来到船前观众的朋友，手机要抓好，扶好，慢慢走。